就很多人一直在问他的新年造型。哎，这刚办科室就有人送枕头，看看这小做工，看看这一堆视频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们家的壮丁搁这儿呢。这样就让我想死。哎，这是哪里来的小孩？爷爷，你干什么？我是才小脸蛮光滑的嘛。你的小脸比我还光滑，那肯定不。我最近在用 Olay 超抗小白瓶，它能对抗熬夜的暗沉粗糙和电脑蓝光导致的皮肤老化，可以细腻肌肤去掉熬夜的黄气。这才用了小半个月，气色就回来了很多。对，要不然玩具服也可以。我觉得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也很男生啊，你不是要可爱吗？有点像假宝玉了哦。